人不是很多，但不要小看他们，他们是很活泼爱玩的一班。有时候同学受伤，他们会互相扶持；有时候没有信心接受成长，他们会互相加油。就因为他们人少，才会团结在一起。虽然有时会起口角，但吵完之后就会变得更加亲厚。这就是多益爱。
谢国义爱乡的演出。